近日，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去世，享年98岁。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介绍，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1957年，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共同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生前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念念不忘。1985年，他在江苏设立李政道奖学金，该奖学金也是当时苏州对高考优秀学生设立的唯一奖项。这奖学金本身是，就是它的范围是很小的，不过对年轻人的寄托，也年轻人的他们的发展，就是国家的前途。因为我自己是苏州老家，所以对苏州的年轻人呢特别关心。